好，来看到的是咱水光明狮，伊这北部上出名两种，一种是狮子，一种是龙子。伊的龙子甲狮子是咱迄种龙子甲狮子，就是咱用咱在讲的竞技狮跟我们的那个两广狮，是，这些都是咱的蛤蟆狮，是，哎，你看到这是咱的蛤蟆狮。蛤蟆狮上著名的一个表演的名称是啥物事？叫做斗宅开花。斗宅开花，就是一片。今天啊，对，一柱擎天。哎呀，对。伊就是直接甲拄起来，然后趴伫面顶。哦，迄部叫斗宅开花。伊当地爱真好嘞，用功哦。所以咱讲哦，咱其实咱有真侪咱的台湾仔吼，甲咱中国的咱的武功啦、武术吼，是结合在一起是啊。那较早西馆哦，古早时阵是咱的武术馆，武术馆佫一个名称叫国术馆。是啊。那较早吼，咱跌打损伤，拢无咧找什么骨科医生啊，拢爱来找国术馆，拢找国术馆敲骨。有敲骨，可以敲房间无？大一点，那个啥？哦，狗皮膏药是不是？较早吼，咱上出名的，都是咱做做啥物事？系西雷，西雷，七孔的哦，西是，有伊个铁打损伤药正版的啊。是。然后另外，国术馆拢有一支关刀，对，这就是伊的象征，是伊的精神象征。对，其实咱台湾吼，上古早你拄好矛盾着，是咱守望相助的艺术。是啊。咱一个角头，一个角头，拢有家己一个国术馆，冇一个武术馆。嗯。啊，伊然后学武术的人都要学人师，啊，有的像咱在北部遮就是学人龙，哦，伊咧讲人龙啊，人龙跟人龙，因为各地方的讲口音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我那天想说，人家跟我讲说，零零来啊，零零来啊，我想说，我有零零，是哪新的阵头是不是？新的阵头。又是龙阵啊！哇，狼灵，狼灵呐，狼灵啊，都可以啦，啊、对呀、啊。而且其实啊，现在闽南语的文化哈也非常多变化式哦。有迄个咱的外省腔啦，正台湾腔，够台湾国语腔。是，我来讲，这上重要是啥样子？咱台湾有分着咱的漳州人跟泉州人。是啊，漳州人讲的呢，就是一般咱山顶在讲的腔。山顶在讲腔。海口讲。